视频开头，我想先问所有的英雄联盟、英雄联盟手游玩家一个问题：给你无限金币的建模，一个 Q 技能，你可以吸多少血？看起来哇，好简单，对吧 ？OK， 今天汉中向所有的玩家发起一项挑战，挑战很简单啊，就只比建模 Q 技能的吸血量。前十名玩家还会获得 B 站官方提供的奖金。更有趣的是，无论你是青铜还是王者，都会在同一起跑线。但它其实考验的是你天马行空的想法，还有游戏理解。注意听，咱们接下来说规则。规则一，只计算建模三段 Q 加起来的总吸血，按头顶的数值飘字为准，越多越好。规则二，挑战时间不能超过五分钟，按游戏内右上角时间为准，就是五分钟内挑战完毕，同时要记得录屏。下面是汉珠自己录的一段，给兄弟们作为参考。开局开始录屏，然后亮一下符文界面，这样在视频里大家可以看到你所用的符文，然后进入游戏。因为挑战是五分钟内，那前期还是有几分钟的准备时间的，可以做任意的事情来准备，包括刷野。汉珠这边开局先拿两万金币购买六神装，然后升到15级。在挑战的时候，光对着假人放 Q 是不一定能赢的，因为你会发现生命值有上限，所以想最大化吸血，不光是需要掉血速度的把控，还需要博弈的前期准备，比如最大生命值等等。所以我这边选择扛塔，用三段 Q 砸一个很好的吸血，吸血数值统一按血条上面的数值计算，一共有三次蹦出来的这个大的吸血量的数值，比如我这边的回血量是1983、2477、1626，加一起等于总吸血量6086，时间是4分59秒，所以刚刚好没超时。挑战需要全程录像，最后一定要打开出装栏，打开英雄属性，让大家看一下属性嘛。当然我这里很多前期准备啊、细节啊，包括出装还没有优化的特别好，仍然有很多值得博弈的地方。为了给兄弟们更多的发挥空间、想象空间，汉珠这里不做过多的演示了。还不了解规则的兄弟可以点击视频旁边的活动页面，或者看这里。第一步，投稿标题参考格式，这就是手游建模一 Q 吸血多少多少。第二步，搜索话题英雄联盟手游建模吸血挑战，添加此话题就可以投稿了。同时我会给前几名的玩家复盘解析。 OK， 我是姬汉珠，那兄弟们一起期待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建模吸血王。